你原来看这知名的内衫抢拍活动，伫早起是正式来登场。有的人是透早一点外就来排队要来领红包，有的人是规家伙仔总动员，甲这一年所需要的内衫全部拢卖甲够。这大言人莫云文嘛来到现场，甲这大家做伙来同乐。虽然讲这天气有淡寡冷，但是大家伫这活动现场来扣板鱼，或者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热闹。台间的莫云文来到现场，嘉宾众众多，真侪人是摕着相机一直在翕相。吴平将为着讲被摕到莫云文伊所发放的这红包，就在透早一点外时阵就来排队。毛当时来到现场来抽被这冬季北极上季的相片，有做功课来的啦。然后很难得今天有场拍呀、啊，所以我们都是有上班，在营业时钟就是上下午的，然后今天特地来抢购这样揪团。可以像买哪些吗？可以啊，还没挑完呢、啊，没挑完。哎，目前是四件。因为讲要过年啊，毛伯见三人做回来经济来衫。就是要将一年的这内衫全部都买起来，剩下一笔买内衫的钱。交优惠，对啊，所以固定啦，第一天都会来采买，每年都会来采买。对，那怎么会是有帮家人朋友买吗？就三个母女，都是家人，我们三个是母女。对。曼代马莲内衫拍卖，用着欢乐的方式，请来代言人跟大家互动。另外还有上届实惠的介绍，甲这重视的消费者来博感情。看到这么多人一透早就来购买，妈呀，这是感觉足甘心呢。虽然是下雨的天气，可是可以看到我们场内还是非常多的人潮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今年真的非常非常的优惠，希望可以回馈给消费者，所以人潮还是很多很多。那想请问今年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优惠吗？可以吸引这么多的民众来购买？因为我们今年新增了非常多的商品，像是有买一送一的部分，它直接是半价买一套送一套，而且满3000还可以再抵600，所以真的是一折再折的部分。对，拢总三天的内衫抽奖拍卖活动，但您都是请真侪消费者前往来抢便宜，希望各位当在过年之前将所需要内衫全部都买好齐，轻松快乐来过一个好年，也希望讲明年会当有好的运气。就是新闻科室完，完定报道。